水某啊，你是好啊，袂啦，要去看冠军啊，你去点么倒啊？好啊啦，好啊啦。哦，是安尼。哦，嗯，哎、欸，啊，你早枕头要创啥啦？哦，你惊冠军去病院，迄枕头困没关系啊。哎、欸，你看吼、哦，啊，咱便所敢会当换做免治马桶啊？啊，你是咧讲啥啦？迄病院人个拢是公务呢，哪会当互你随便换啦？我光棍出院，照顾我同学就好啊。哦，哎、欸，你那边怎么够人来？哎、欸，阿伯啦，是你哦、喔！来来来来来，叫坐，叫坐，叫坐。来来来来，拍摄不跟你讲一声，我临时走过来教教你。我看你看遐侪物件，应该是去病院看卢卡斯啊。我家拄好有一挂补品，再麻烦替我提去给伊。哦，那才客气。小姐，小姐。啊！多谢你对阮冠军哦，遐尔照顾啦，多谢。那不是 Lucas， 即马倒伫个病院的人都是一飞。Lucas 是一飞救命恩人，我希望你会当赶紧好起来。你来。阮冠军这囡仔哦，身高足善良的啊，伊自细汉就是安尼啦，拢会见义勇为啊。嘿啦，细汉的时阵伫学校吼，嘿那是咧什么热心公益啦吼，啊善心楷模的种吼。绝对有伊的份呢！我相信，恁真正甲卢卡斯教得真好，真感谢恁。啊！是你唔感谢啦？啊，你嘛甲伊飞教得足好个呀！伊飞这查某囡仔，爱笑头笑面，笑礼貌，佫就大方个。哎，我常常咧想哦，假使我若是有一个查某囝，我嘛希望会当参像伊飞安尼。一飞完全是我心目中理想查某囝的模样哦。川太，你唔敢命。对啦，我听冠军讲吼，伊甲一飞两个人是同年同月同日生。啊，即届啊，阮冠军阁叫一飞，伊两个讲起来就有缘的呢。所以我大胆讲一句，我真正就希望会当做一飞的妈妈。嘿，水某诶，啊，你若当当外口人诶面，安尼就讲要去对别人啦，安尼以后我甲冠军是变怎哩？你是咧何必讲啥？你搁咧怀疑我？我诶意思是讲哦，一飞甲冠军来当结婚，那呢哦，我来当做一飞妈妈。哎，你原来是即款诶意思哦，会对咧。咦，看迄哦，冠军甲一飞安尼，愈看愈速配，啊，因若是当斗阵吼，安尼。咱冠军甲燕婷应得绝对无，啊无无无，我意思是讲吼，我心肝内吼，我那作五万讲会当听着吼，伊飞安尼来叫我声爸爸，嗯，哎，尤先生，唔知啊，我是唔是有这份荣幸会当甲你结亲只？恁真介意飞，我真欢喜，我嘛真介意卢卡斯，也不过因少年人感情唔是咱大人讲的准则。都爱看人家己的意思，对吧？啊！你无反对安尼上好啦。一飞哦，一直把阮冠军当作偶像呢。我相信哦，只要阮搁甲高水姐绝对无问题。啊，对啦对啦，吼，阮翁阿婆吼，得甲人杀做对吼，这种上搞的啊，你咧绝对无问题啦。哎，其实我今日来，有几件代志要甲恁参详。啊，请讲，请讲啦。Lucas 是一飞的救命恩人，我唔知道要安怎感谢伊，所以我有一个想法，我想要收 Lucas 做客囝。啊？你要收阮冠军做客囝？我感觉我跟 Lucas 真有缘，而且伊做工课时钟捌看过，真认真，嘛真有才情，伊的能力我真肯定。啊，你嘛知影，我的事业真济，我需要一个值得信任、够有能力的人。来替我倒换事业。你要叫阮冠军替你倒换事业？诶，敢真正会当安尼？安尼一飞免怎？一飞，伊爱自由，伊对我事业无兴趣，我无啥物勉强。啊，这，嗯，恁是毋是有啥物顾虑啊？诶，无无无，阮无顾虑，阮同意和冠军做你客囝。安尼哦，冠军甲一飞以后若是结婚哦，咱就亲上加亲啊嘞。是啦，哦，哎、欸，阮娶家吼，应该讲是吼，祖先有积德，
才会当和冠军拄到你这么好的客杯呢。啊，蔡姐，你太客气了，你嘛真好。哦，当然决定了，等卢卡斯出院，咱就来进行这件代志。哦，好好好，啊，时间哦，咱再来经一好日子。嗯。拍死拍死，你来这久哦，拢无替你倒一下茶。来来来来来，哎，请饮茶。你遐尼爱卢卡斯，我若讲出真相，你一定无得接受。伊飞甲卢卡斯，伊嘛承受袂起。和卢卡斯做我的客囝，应该是上好的办法。至少会让名正言顺，关心我家己的亲生后生。你安尼清清菜菜，我答应你阿母啦，就咱冠军做客囝。啊，冠军叫伊一声客别，以后先莫带伊飞啊。这我有想过啦，啊，不过冠军目前安尼呢，咱硬要饲牛头咧啉水，伊若唔啉，咱嘛无法度啊。我看吼，新人客别，啊，等冠军转型吼，咱才想法度让伊莫做客别囝，安尼甲一飞交往。加一个保养是真好啦，啊难得阿布拉这么少人冠军嘞，啊是咱找阿布拉参详，叫伊哦先莫收什么客爸客囝啦，啊直接甲伊一笔送就对啊。啊那会当送出去当然是真好，咱都爱甲送啦，这要问题都一件冠军无爱念念嘛。好，啊许愿亭一刚刚甲冠军念条条，冠军是要怎转型啦？之前哦，伊无甲许愿亭来往的时阵，冠军就甲一飞请两个出去吃饭啊。对对对对对，吼吼，咱冠军哦一定是叫许愿亭甲拗冤气的啦。即摆啦，许愿亭无伫冠军的身躯边，安尼就不要紧啦。吼，那安尼你阁答应许愿亭留伫病房照顾冠军？迄是冠军硬要滴的啦。你两个伫病房内底，你在创啥无啊？放心啦。这是病院呢，伊会当做啥？哦，就爽的，就爽的啦！夭寿啊！就卡住了，没事吧？你在做啥？爸妈，无啦，迄冠军哥哦，他才买上我卡，要了要了。别，阮囝你都卡出听咧上，我来摇头，免轮到你吼。哎呀，等下就。爸，多谢啦。啊，拄只医生有来，伊甲我讲吼，我喉咙状况袂歹呢，随时会当出院，你免烦恼啊。那当下紧出院啦，哎，这住一病房吼，咱也搁来袂起，吼，你得安心啊住吼，住到好日日为止哈。哈，我无想要浪费病院资源啦，而且病房应该老好，搁较需要人住才对啦。阿斌，哎。卢卡斯，阿你出院的手续我拢办好啊！哦，卡手这么紧哦，手续拢办好啊？是啊，卢卡斯叫我去办的。哎，是讲，这间病房我是真无简单才撬出来的呢。啊，你若是呢，打大不外久，我特别出院哦。啊，应该是要加大几工，啊，若无足拍算的啦。爸，啊，这是病院啊，不是饭店，我等去大家休息啦，哦。那呢，冠军，我先把你的物件拢轻轻的，哈。你慢点到，我们家己来就好啊。这是阮吵架代志哈，哎，外人唔免插手。对对对，哈，你免麻烦啦，哈。这阮做爸母的来处理就好啊，哈。来，我紧嘞，哎，咧煲汤哦，紧哦，冠军啉一下，哈，甲传一下，哈。哎，啊，这就是自由的感觉。我总算唔免阁闻到迄病院消毒水的味啊，哈哈，爽快！哦，啊，你嘛较细腻诶，动作真了大着，到时阵空出来阁鼻气就无好啊。啊，恁两个感情足好诶咧。是啊，阮一家足好诶，啊，即摆有燕玲陪我，我诶空嘴拢袂疼。Hello， 冠军啊，阿奶，别一个你，你人就走无去哈，阿这人伫底？冠军，你走去倒啦？啊，你补品拢还袂吃呢？
哎呀，迄补品哦，恁家己食就好啊啦，我无要转去啊。你无爱转来？啊，你受伤还袂好，你无爱转来，你要倒？有我才无爱甲恁讲，我要甲燕婷私奔，我要走去恁天边海角。好啦，别烦恼。好，先安尼。关关啊，有话好好讲，你先回来啦哈。失败，好巧好巧。准备办办办结婚啦，办结婚啦！而且今嘛好，伊那个人走袂远吼，新家人你也着靠要紧啦。春风为你。